台湾话大半天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规半部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大半天、老半天，指一天当中的一段长时间。你换一件衫，换规半部，还是当时才会当出门哈？换一件衣服换了老半天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门呢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